恩人，灭我殷家满门的便是你们听雪楼，灭殷家刘姑女，再让我满怀感恩之心的留在楼中铸造国色剑，这一切全都是萧怡晴的阴谋。你胡说八道，师兄才不会这么做呢。眼下你自然不会相信，不过待到明日，你还有江湖中所有的英雄豪杰都会彻底看清楚萧怡晴伪善冷血的真面目。不过现在已经被你撞见了，我也不会让你离去，徒留隐患。你想做什么？此番计划不能出任何差错，刘主，你先回去，别让楼中这人发现破绽。池小台交给我来处理。留他一命吧，必要之时可以用他来威胁萧怡晴。属下借由殷姑娘的掩护，已将听雪楼的详细布防图探查清楚。此图虽乃属下凭记忆所绘，但与实际定然无差。死士们那边准备妥当了吗？都已妥当，只待明日国色问世之时，公子发号施令。一切便看明日了。公子，这个听雪楼的人该如何处置？不着急，他是萧逸晴的同门师妹，留着他也许明日能派上用场。有请殷姑娘奉上国色剑。龙泉殷氏特助国色，以奉江湖，恕刘珠多言，国色剑倾注了我殷家铸剑的所有心血，也承载着我殷家所有的仇怨。故而能得国色者，不仅仅要武艺超群，更重要的是品行持正，堪为江湖表率，能为我殷家主持公道，报仇雪恨。殷家血案震撼江湖，我等皆是满心愤慨，对凶手深恶痛绝。还请殷姑娘放心，我等定会替殷家报仇雪恨。为殷家报仇，
为殷家报仇。那刘珠就在此，先谢过诸位英雄了。靖领主，楼主他。这可如何是好啊？小太姑娘昨夜巡逻至今未归，不知去向。如今正是赏鉴大会，仪式后再派人去寻找吧。而且小台也有可能是贪玩，晚些自会回来。你现在还真有领主的架子。好，你忙大事，小台我自己找。诸位，国色鉴乃天下第一鉴，今日赏鉴亦为世鉴，听雪楼将派出南楚执鉴，诸位若是有兴趣，可逐一上前来领教国色鉴的威力。是。红尘姑娘，这些弟子怎么都看着如此面生？哦，今日盛宴，楼中人手不足，这些弟子都是紫夫人从风情院调过来帮忙的。我等平日里都在风情院的后厨帮忙，上不得什么台面，因今日风情院中也十分忙碌，所以紫夫人安排我等前来。赏鉴仪式之日人多眼杂，你们多留意一些。是。多下去准备吧，别误了开宴的时辰。是。赏鉴仪式已然开始，只要一看到信号就马上动手。届时我会率领其他门派的人马一同潜入，与公子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听雪楼。是。果然是把好剑，国色名不虚传。殷家铸剑之法果然精妙。在座诸位皆是为了国色而来，而在下今日却是为了殷姑娘而来。我南宫无垢，今生非殷留珠不娶，而国色也志在必得。无垢公子，国色鉴势在必得，那殷家的幕后凶手下落又如何？自然已有眉目。
公子这是要做什么？南宫无垢，你竟然趁人不觉暗中下毒。这人人都说听雪楼固若金汤，侧无遗漏，不曾想今日却失算了。各位，近年来听雪楼日益心狠手辣，从其剿灭霹雳堂，灭掉雷家，又联合龙家攻破浣花宫，这重重一系列行为足以看出他们对江湖霸权的野心。诸位试想，下一个遭难的又会是哪一个江湖门派？听雪楼向来光明磊落，所做之事无一不符合江湖道义，还轮不到你在这信口雌黄。好，若是今日我所言有虚，那便请萧楼主现身，向各大掌门说明听雪楼并无吞并武林之意。对啊，让萧楼主出来。对啊，是萧楼主出来。出来，今日楼主身体欠佳，不便前来。萧楼主是真的身体欠佳，还是不敢出来啊？是啊，是啊，出来。真的假的？说法。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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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了四连坑了。是啊，若不是心中有愧，又何必一直躲着不相见呢？诸位，如今听雪楼的野心已然展露无遗，先灭殷家，夺神兵谱，后又打着新词的幌子收留殷家孤女，命其为之铸造国色，武林中如何能容得下这般伪善冷血又野心蓬勃之人？我南宫无垢今日便要替天行道，诸位在场也正好为在下做一个见证。近年来听雪楼一直觊觎国色剑的威名，多次威逼利诱殷家为其锻造国色，这封信便是听雪楼的前楼主萧世水写给殷家的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对国色剑的渴望。啊，这是真的？你快看，是真的。听雪楼将殷家灭门后，还派人在殷家劫杀我，所派的杀手皆是听雪楼吹花小筑的顶尖杀手，当时靖姑娘就在场，你可敢否认？按理此事我在临行前只告知了萧楼主一人，可怎么会引来这么多的杀手？莫非这听雪楼中有奸细？绝不可能。南宫无垢，你竟如此黑白颠倒。我黑白颠倒？可我今日所言没有一句不是事实，哪一件不是真相？靖姑娘，你可要拿出证据，若拿不出，我南宫无垢今日便要替天行道。南宫无垢，这一切明明是你一手操纵，你的谎话要说到什么时候？留住。你可记得此物？姑娘可是遇到了麻烦，在下南宫无垢。恕在下冒犯。姑娘可介意我为你断发？多谢公子。这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才来啊？小姐息怒，刚才我去拿剪子，听到老爷和南宫家的人在为江湖上的事大吵，所以就好奇，多听了几句。南宫家，你看，小姐，谁？是我，小姐。小姐，灵儿，灵儿，你怎么在这儿？小姐，都是灵儿不好。你和夫人对我恩重如山，可是殷家出事以后，我不但帮不上忙，还想着回来搜寻钱财细软。灵儿对不起小姐，对不起殷家。你是生计所迫，我不怪你。当真？嗯，自小我当你像妹妹一样看待，如今你平安活着，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呢？小姐，家出事当晚，我躲在府隘的草丛里，逃过了一劫。等到所有的杀手散去之后，我潜回阴府查探，在地上捡到了这个。我知道此物对小姐的意义，所以一直不敢变卖，贴身收着。你确定是事发当晚，不是之后捡到的吗？灵儿确定，因为府外又来了另外一队人马驻扎，我便难以靠近，直到今日才敢斗胆再次前来。事发当晚你没有去殷家，当时听闻你被带走，我心急如焚，只想着尽快赶往听雪楼要人。结发金铃你带来了吗？当初你我以结发金铃为定情信物，却不想因为你的虚心造假，才让这个金铃成为你灭我殷家满门的铁证。诸位，事已查明，当日将殷家灭门的幕后凶手就是南宫无垢。南宫无垢，或许你一开始与我相遇便是一场局，一场要灭我殷家，夺神兵谱，再将国色剑占为己有的阴谋骗局。这刚刚还是南宫无垢在指认听雪楼，这怎么说话的中间这南宫无垢就成凶手了？是啊，没想到龙泉殷家竟是被南宫家所害。刘珠，你不要被听雪楼的人花言巧语所蒙蔽，更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各位武林同道，
听雪楼多行不义，失道寡助。今日，我们便联合灭听雪楼，从此不再受其监制，为江湖除祸。从前，香楼主到。不知从何时起，听雪楼的声誉也轮得到南宫家来污蔑了。萧逸晴，南宫无垢，你不是说萧逸晴重伤昏迷吗？居然向拜月教假传消息，你居心何为？你这是在背叛拜月教。南宫无垢，你勾结拜月教，使了一些小伎俩进入听雪楼，你以为你的同伙便能在听雪楼内出入自如了吗？难道方才是你们联手演的一出戏？若不是如此，又怎么能将你的所作所为告知于天下呢？怎么会？那布防图和药，不错。布防图是我故意引你手下看的，目的就是将你们引入早已布置好的陷阱。自然，我也没有给听雪楼的人投毒，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还请萧楼主和诸位江湖豪杰，替我殷家讨回公道。不。这不过是听雪楼的一面之词，萧逸晴，你休想栽赃我。若是想灭我南宫家，你大可直截了当的约战，何必搞这些偷偷摸摸的手段？刘珠，你千万别被萧逸晴给骗了，利用人心是他一贯的伎俩。你我一路走来，我对你如何，难道你还不清楚吗？我就是太了解你了，你说的谎话总是那么体面，以至于过去的日子我对你深信不疑。可事到如今，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今日是我求萧楼主为我殷家报仇，而非听雪楼故意生事。我们联手布下这盘局，方能引你入瓮，才能报血海深仇。原来在你眼里，我们的感情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若我心中没有你，你恐怕早已命丧黄泉；若我心中没你，又何必为了你冒险直入听雪楼？果然是把好剑，清光绝世，冷彻入骨。我想只有靖姑娘这样的人，才能压得住血薇的煞气。多谢尹姑娘。赏剑仪式在即，靖姑娘前来神兵阁，恐怕不只是要我对血薇养护一番吧。听雪楼曾有一位姑娘出嫁的时候，把家传的玉簪留在此处，意为断绝过去，重新开始。只可惜，她的感情最终毁于一次次的试探与欺骗中。刘珠虽然是女儿家，但对此事多少也听闻了一些。如今江湖中，对江千妹和龙家主人一事，可谓是众说纷纭，怪传漫天。我只是希望殷姑娘在复仇之际，不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无论千妹经历多少苦楚，终究是熬了过去，活了下来。铸剑师的手只需铸好剑，无需用钱。
听雪楼中用剑高手如云，又何必要亲自动手呢？不管付出多少代价，灭我满门之人必须死。刘珠，仇一定要报，但是爱一个人有千万种方式，若殷姑娘非要搭上自己，那岂不是太便宜了凶手？若你的心里已经没有了他，那么他的死你不需要有任何的亏欠，除非你还爱着他。不，我对他生下的只有恨。多谢静姑娘提醒，但灭门之仇我必须要报。既然我已经知道了真相，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想一想你的爹娘，他们在天之灵一定是希望你平安无虞地活下去，为了他们放过自己吧。你放心，还有听雪楼。静姑娘的好意留住心灵了，复仇之事我自有分寸。除非你还爱着他。南宫无垢，你为了让你南宫家成为武林铸剑第一帮派，便不惜勾结拜月教灭龙泉殷家，如今还妄图国色剑。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萧逸晴，看来是我低估了你，没想到今日我居然栽在你殷流珠的手里。也好，如此你我也算互不亏欠。你别过来，否则这世上再无殷家之人。为什么这么做？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主，你对我难道没有半点不舍吗？你下令灭我殷家之时，又何尝心慈手软过？好，很好，我今日就让你看看我南宫家如何收复武林。告诉你吧，林中还有我一半的死士，还有各大门派埋伏好的弟子。原来你防着我还留了一手。原来这条路是给你留的。如果听雪楼和南宫家厮杀，至少我可以带你先行离开。可如今看来，你的后路居然是听雪楼。无妨，萧逸晴只要敢追来，我便杀他个措手不及。什么江湖霸主，我要让武林中人都知道，他萧逸晴不过是个病秧子，有何能力掌管武林之事？听令，全力攻打听雪楼。是。启禀楼主，后患已除。南宫无垢，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当真还不收手？是你？是我。若非我故意被你擒住，与你周旋，又怎会知晓你驻扎在山中的人马是如何排布，又如何与高少侠联手将你的死士除尽，并将其他门派的弟子一同收复？楼主早就识破了你的计划，还不快束手就擒？不，不会的，你们休想动我，否则南宫世家绝不会放过你们。
你为了攻打听雪楼，将南宫家的人手调派至此，但你却不曾想过，南宫家的势力因此而空虚。楼主已经派人前去瓦解南宫家的势力了。若有心归顺者，楼主自然会收复，但是，凡涉及殷家命案者，全部送往衙门处置。柳州，你与听雪楼联手报仇，我不怪你。但萧玉琴是想借此机会灭我南宫家。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正义，可手段却如此毒辣。这么做和我灭殷家有何区别？不过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树立你们自己的威望罢了。你这么说，萧某真是自愧不如。柳珠，跟我走，我不会伤害你。今日之事，我们全当了结了上一辈的恩怨。跟我走，我们从此再不涉足江湖之事，可好？啊，好。吴垢，你在过去的每一天里，你可曾对我有过一份真心？我对你绝无二心。那一日，我说要带你离开，过无忧无虑的生活，都是真的。若不是你折返，我们早已远走天涯。啊！真心或者假意，都已不重要了。你派人杀了我爹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簪子，本是我为嫁你而亲手打造。今日就算是以此了结，只是这簪子上淬炼了剧毒，我殷家上下几十口人命，就让你这么死了，也是太便宜了你。为什么？救人！快救人！我也一定会带你离开。到时候，我们便找一处世外桃源，隐世而居。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殷姑娘，快去请孟大夫！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你怎么还那么傻？当初我告诉你千妹的事情，就是想让你放弃轻生的念头。可你怎么还……谢谢，大仇得报，柳珠死而无憾了。这天底下，恐怕只有萧楼主和靖姑娘才配得上国色剑。那国色剑，理应归听雪楼所有。姑娘。原来南宫无垢竟是个满口谎言的小人，我等可是上他的大当了。真是上当了！是啊，萧楼主，我等都是受南宫小人的迷惑，对听雪楼冒犯之处，请萧楼主责罚。请萧楼主，请萧楼主责罚。那诸位就在此立誓，自今日起，主持江湖道理，不容违患武林之心，以铲除拜月教为己任。不死不休，除去拜月教，不死不休，除去拜月教，不死不休，除去拜月教，不死不休。那萧某就不留诸位在听雪楼做客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谢楼主，谢楼主，谢楼主。
领主，楼主，南宫家的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了，凡涉及殷家命案者都已送往衙门。据高欢回报，其余南宫家的人都已经认罪，而拜月教除了孤光之外无一逃脱。此次收复和剿灭外围的敌人，你做得不错。听小台说，是你和他一起制定的卧底计策，里应外合。是，多亏小台机敏，出此良策。下次不可让他如此涉险。待高欢回来，你让他前来见我。你先下去吧。是。幸好这次孤光及时赶到，把月魂交给你。否则的话，的确是多亏了孤光。不过我们也合力做戏，让他得以回去复命，还帮他清除了拜月教的眼线。至于我，我相信，即便我没有醒来，你也能护听雪楼周全。不许你这么说。现在感觉还好吗？我没事，放心吧。老夫尽力了。你想什么呢？我只是没想到你会答应靖姑娘的安排，甘愿被南宫无垢所挟持。要是在过去的话，你定会愤然拒绝。经历了这么多，我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舒静荣如今能够坐上领主之位，也是经历了多少残忍江湖的历练所换来的。若我想变得跟他一样，能够得到听雪楼的重用，就不能再处处受人庇护。来世孑然一身，去也孑然一身，堂中皈依的灯，暗自铺陈。两拨人间一座悲喜楼，凭栏尽处七夕白衣瘦，谁步步回头，却道浮生依旧，斜雨腥风思念怎么透。饮一盅江湖吹的风危险，品一口流年下的雪为甜。叫时间一一道破了执念，在天上落过泪的月是雪，在心里下过雪的人凛冽。月化作决裂道出心间，斩寂寞荒原，也要渡世间尘楼中人皎洁。